我要来台东走走呢，我要来就一个走走而已，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大力还是怎么样，要台东走走，要什么七头还是澄清湖走走而已，要烤肉啊或者怎么样啊，反正他信佛也不是很深。那我就问他了，那你去大同走一走你又能怎么样，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买了以后呢要到澄清湖走一走吗？那陈清湖走一走，烤肉，那烤肉烤一烤，吃一吃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回去旅馆睡觉啊，回去旅馆睡觉做什么呢？明天又回去啊。那我说那还不是恢复原点，不是吗？不是恢复原点吗？我们每天都在恢复原点呢，啊，但是我们为什么恢复不到？因为心已经被五欲六尘所执着了，恢复不了了。昨天的事情拿来今天想了，未来的事情拿来今天操心呢，无明嘛。他不晓得十点就是终点，终点就是十点啊，不生当下就是不灭，生就是无生，缘起就是性空，没什么好执着的，没什么好分别，也没什么好追求的，是不是啊？不发多。所以啊，出家人的享受是24个小时真正悟道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如果众生的话，他要刺激脑神经，它才叫做享受。我烤烤肉啊，对不对？烤烤肉，你吃一吃，就像我们以前呢、没有学佛一样啊，我们邀请这个中山女中的啊去烤肉，去烤肉啊，啊去到自己的客家店烤肉，啊我吼、我那有去啊，就点去烤肉，那块青菜们，一当公车，当公车，一招一下，大家都比我还大汉。如中大家比我哈大汉，我去就上高水的弟弟，上高水的弟弟就安怎呢？就爱生火，生火，烤肉爱生火啊，在点咩啊？唔知是去用什么？那火也未到，点咩啊？笨，安尼一直笨，也未到，安尼起火，安尼起火。我那里透早安尼出发6-7点出发，安尼起夜起去，都拄要将近中午11点，皮袂倒就对啦。起啊，那边行行了，那边一关咧啊都袂倒就对啦。佫无大件啦，无要等下佫落大雨，佫落大雨，佫算了，迄阵啊，英雄主义佫真重 ，Lady First， 也好算，拢查埔的掠，查埔的袂当掠。一个中山女高哦，一动静我弟弟过来，我才碰到伊的福气，才徛在伊的边啊。顿下佫落大雨，你想这样叫做烤肉？安尼或者烤肉，你看这人生有讲，外看外无意义。安尼烤肉啊，去准备肉啊，较早哪有迄落什么超市通买迄落烤肉的肉？较早拢嘛去猪肉店买买咧，啊，才家己从手落灼买一包啊，迄落粉落胶胶的。迄20几年前，超市也无人咧卖烤肉啊，无啊。安尼去准备，啊，坐公车去遐尼远新店，啊，再去客家店啊，生活起来已经要11点咯。安尼，呀，讲真经，迄个用买一袋，但才几块尔。哎，安尼我好只快乐啊！安尼讲我只快乐啊！世间人就是安尼，不然呢？我只带你来烤肉，我不怎样。烤素食的肉，对吧？不聊啊！所以讲啊，我们如果是不懂得人生生命，我们会把真正的生命整个浪费在一些错误的东西里面，错误的东西里面啊！世间所谓的快乐，就是把自己弄得很忙，内心。不晓得要抓住什么，不晓得要抓住什么，是一切耳边讲啊，一切的成就好啦啊，要未出家以前啊，把做这个小国王，参一个邻国国王为友啊，同行实现，由于实现法，饶益其国人民啊，实现者辛苦不杀多赢，心业啊清净，口无妄语。其意良善恶口，口业清净，意无贪嗔痴烦恼，意业清净，实现是升天的法门。但行实现，上升六欲天呐、
所以啊，国饶矣。既然国内所有人民呢，多自降恶啊，啊，这个两王意志啊，哎，讨论就对啊，哎，公事方便啊。所以我们啊，菩萨要给人方便，要给人希望。哎呀，这两句话你千万不能忘记了。你一个菩萨要给人家希望，你要给人家方便。所以他们广设方便咯，一个国王跟邻国的国王为友咯，但是邻国的所有人民大多数都自恶啊，哎，那他像现在现在自恶的人比较多啊，不妨实现计划，两王讨论啊，用何方便，使其不自恶呀，自恶呀，哎呀，那天啊，我看到一个电视报道，哦，我就真生气啊。我就真想起，哎呀，有一个中年人吼，伊有关迄个国民小学，你敢知影？有关迄个国民小学，安尼，啊若无吼，都个夹到个阿咧，总共强暴30几个，啊！你想想，他那个可以当做他的女儿，你想想看，那个哪有心那么残忍的？如果说你的女儿被人家这样子，你怎么受得了欸？你怎么会受得了呢？伊安尼弄个一怪，弄个一怪，哎，啊，伊讲啊，车歹去啊，啊，而且要去倒修理啊，啊，你给他带一个啊，安尼，拢用这种种的理由，哦啊，倒一个啊，你给他带落一个，啊，这个妹妹哦，拢是想过单纯，做好心啊。老师拢个教，哎呀，我们碰到困难的人啦、啊，眼睛啊，把视线不好的人啦、啊，哎，给他看一下，哎，伊拢哎，有时啊，给做签名。哎呀，那个妹妹啊，慈悲啊，帮我带路啊，哎呀，这边，哎，哎，妹妹得个看，啊，我要到哪里呀、啊？哎，挂一个乌目镜，哎，乌人啊，乌人呢，伊都有看你，啊。我要到哪边呢、啊？哎，找一个风光河啊！哎，找一个上界无人的所在啊！就到这里到了。哎，伯伯，叔叔，这个到了。哎，到了，刀子就拿出来，不要动，就强暴他了。啊，现在说唔知边个教呢？老师嘛唔知边个教呢？唔知是要叫囡仔做好心，啊，是要叫囡仔保护家己？哦，啊，当然嘛，唔是大家拢歹人呢，有时嘛，有一寡需要人帮忙的人呢，啊，真正有影这世间哦，真正这都唔知要哪做哩，30几个，你该休息看嘛，你问看，如果说他那个是他的女儿，迄个犯罪，迄个面我有看过，你阿弟迄个差不多将近是应该是40几岁，至少有30多岁。啊，他只有9岁，10岁而已。那就是做你的女儿，买蛋鬼啊！你这种事情你做得下去？啊，那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内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，看到这种报道实在是很难过。这些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啊，跟禽兽没什么两样、啊。那个才九岁、10岁的小女孩子，你做得下去？嗯。一王法官呐、啊，早成佛道，东道西辈啊，令世无疑啊！一王法官啊，若不先堕罪过，令世安乐啊！啊，得此菩提，我将未愿成佛啦！啊，这个两个王啊，的讨论。有愿力最大咯，有愿必成啊！愿力就是心力啊，一切力中心力最大。你要做歹代志，你就是一定是歪的念头嘛。啊，你要学佛，你一定是有佛的念头，你唔才要学佛。所以拢转变这个心的力量啊，诸佛转变愿力啊，性定正觉啊。凡夫的临命终的时候，一切威势世界散失的，唯有愿王不相下礼。哎，愿王就是心愿呐，所以你每天啊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我跟你讲，你命中绝对无错，一定往生。哎，净土师要里面讲啊，讲风啊，达刚啦为当兵切对西边，树啊一定都西边。
这个比喻实在是 比喻的太好了，印光大师讲的，哎，这个也是讲的是太好了。比如说这个风每天这样吹，往这边吹，往这边吹，往这边吹，你每天都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往西边啊，往西边念，发愿，发愿，有一天你死了，倒下去，嘣。风行西风，哪有可能说风每天为这边吹，你到这边，哪有可能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有愿力，不可思议，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，但凭你这个愿力，你压下去，决定往生。诸位，往生不困难，一点都不困难。呀，强制，一开始勉强，所以天天要发愿求生。哎，所以说啊，凡夫啊，那么啊，那里面众生，哎，一切为谁拢该善事，只有这个愿王不相下哩。一切时因得机缘往生净土，机缘愿力又如是之大啊，得令多殊不易。所以两王同时发愿，一个王发愿要愿诈成佛来自度度他啊，殊令无疑。一个王啊，另外发愿啊，先度他离苦。先给别人离苦，度他证得菩提，了后才自己成佛啊！发先人后继之愿啊！啊，别人先成就啊，自己啊，好的摆在后啊，好的摆给别人啊，歹放在后边。所谓啊，发生乐于死心啊！啊，这个要做笔记了，把笔拿起来啊！这个生乐要写在旁边写四个字。大势庄严呢、啊，大特别大的大，势发势的势，庄严嘛啊，大势庄严叫做啊生啊，啊发这个大势，发这个大势观，得开始终大悲而复难啊，就是复就是前往啊，到最后成佛有大悲心呢、啊，一切困难能突破。富难啊，一切困难困难呢、啊，哎，当中啊，绝对有搞。地藏是也，地藏菩萨是呀、啊。佛果定住在王菩萨，一观一王化观，扎行佛家，也就是一切地成就如来是。另外一个王化观，应度罪苦众生，未观行佛家。也就是地藏菩萨是两王在因地中同时发愿，一个王发愿先成佛，后度众生，已经成佛了百千万亿劫，一切地成就如来是。一个王发愿先度众生成佛，自己未愿成佛了，即马还佫伫个菩萨位，地藏菩萨是呀、啊。到这拄啊一个段落啊，那么明天呢、啊？就从这个地方复忆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就讲另外一段公案的因缘、哎、那么又碰到一个阿罗汉、哎、一个就是圣尼、啊、碰到一个阿罗汉、啊、那么在这注意、啊、通知那些、啊、不知道已经开课的众生、啊、来听经啊。113页第二行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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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3页，头前算来第二行，佛已过去。无量阿僧祇劫，由佛出世，名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其佛寿命四十劫，安尼就可见迄个时的地球啊，那么甲这个太阳诶，这个运转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，无同。佛说地藏过去发愿之事，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之前，由有佛出世
名清净莲花木。哎呀，也就是清净莲花木如来啦。这个印度啊，莲花啊，青色啊，这个佛的目睭呢，就亲像莲花安尼青色的，所以叫做清净莲花木啊。所以面如净满月啦，净满月啊，眼若青莲花。青莲花，读这台语吼，这四句有时啊都爱押韵呢，啊唔知变哪押你也知。哦，这面如净满月，眼若青莲花，那你押嘛唔知对。这台语比国语较歹学啊。目睛修供若青莲，气笔遮蔽又可算。啊，这个科啊，这个念科啊，科，这个科字啊，就是玉的名字，也简单这么讲讲啊，白色的玛瑙，白玛瑙啊，就是似玉的美食或者是海贝啊，亲像玉啊，诶，这个米椒，或者是海贝啊，海边的那个贝壳啊，啊。真悲哀呢，拢是赞叹如来上好之文呐、啊！啊，啊，咱即马吼，这喙齿啊，要像伊遐尼白吼，无啥可能。除非啊，爱去齿科呀，啊，想个办法，看是毋是用药水来洗啊，还是倒新的啊。无咱无法度，咱一般出去哦，要讲像佛祖安尼白甲安尼，那不可能啊。三十二相属于干色目相，这个念干啊。那么这个干字啊，一般人念干木澄清是不对的啊，要念干木澄清是大海。那么这个干字啊，啊就是蓝色。带有红色叫做干，也就是说这个佛的目睭啊，红啊，还有蓝色的，就是很漂亮，非常庄严的眼睛啊。啊，相法之中，这个相法在旁边写个相是啊，也就是说佛灭度以后啊啊，那么慢慢的就进入相法，相法就是相似法，就是正果的人少，正果的人少，哎，佛在世正果的人多啊，正果的人多啊，相似的之间呢，那么这个是正果的人少。我们这个相法大约是在唐朝、宋朝、元、明清啊，唐宋那个时候。大概是我们的佛陀的啊，这个相法期，如果以2500年来计算是这样子，如果以3000年来讲的话，那就从元朝以来啊，就通通是末法了。宋朝以来，宋朝哎，到今天来讲差不多嘛，啊的年这个这个差不多有800-900年了。唐朝距离今天大概有2-300年左右，唐玄奘大师的话，那大概得1000多年。所以说啊，相法的佛法愈来愈啊，愈人愈少人敬个，在相法之中，还有一个罗汉，那表示不错了。还有一个罗汉，你现在要看到一个啊，正阿罗汉果了，正无生，这个不简单的啊。不过那些阿罗汉呢，我们在眼前，我们也不晓得他是阿罗汉啊，因为那些凡夫干嘛讲福度众生，因此教化啊，一样，来度化这个众生，和众生正福田啊，福度众生就是让众生种福田而度化之，因次第而教化。都得讲如林呐、啊，制曰光目。啊，当然这些地藏王菩萨的前身呢、啊。
啊，就是一个公义，就是一个好路安尼啦。啊，设施供养啊，设施来供养，真乃是罗汉啊，游化人间之文啦、啊。固定啊，每每啊，学到啊，功行便下山游化人间，广度有缘的人啊。114啊，这是古早的规矩啦。啊，就是自己有成就，那么不要忘记了众生。大悲有两种啊，一种叫做大慈大悲，也就是说啊，无缘大悲，无缘大悲。大悲有两种，这是佛无缘大悲，一种叫做爱见大悲，爱见大悲这是凡夫啊，凡夫啊，他功力自己不够了，哎，但是伊想要度众生，啊，度众生，哎，到尾啊。啊，众甲众生诶，哎，产生一种执着，哎，比如讲，哎呀，这我这比丘尼，讲啊，我要度众生，我、啊、这比丘尼度众生呢，哎，啊，这个对于对这信徒，这对于较好，啊较接近用，啊，这个对于较无好，哦，啊，伊是因为伊是凡夫，啊，伊想要度众生，哎，结果有供养的来，哎，伊就较好，哎，啊，这个会较娱乐嘛。哦，这个哦，一个闹开，佫无要供养真切，这个叫做爱见大悲啊，爱见大悲。虽然有悲心呢，但是啊，他的执着分别超过他的定力，他没有办法降服自己那种爱见，所以虽然在救众生，实在是在害众生的对啊，他虽然。美其名叫做度众生，但其实是在害众生，因为伊咧救度众生，变来救度众生，救众生来的，哎，跟他卿卿我我的两个人都很好啦，哎，所以说有的比丘尼有时咧讲，伊讲要说法，讲啊，我甲这个信徒会较有话讲，我甲这个信徒啊，就无话讲。那么要布施的话，也没有办法平等的布施，这个就是变成一种执着，又变成一种分别。哎，伊嘛想要甲救，但是两个人都落入坑道里面。就是爱见大悲，哎，也想学佛，所以啊，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讲啊，这徒弟啊，有人来咧请，请讲要去出去弘法，这佛法不是讲，和你清清正正看两本那经典，你捌，安尼，你就有这悲心啊，我要来度众生，那马上落入爱见大悲心，那个就是凡夫，所以凡夫的贪跟悲，他分不清楚的，哎。凡夫的我见跟嗔也分不清楚，哎，那悲心它是建立在智慧，它救起来，而且让它能够彻底的解脱，这真的是悲。我们世间人不一样啊，哎，你给救起来以后，哎，变成执着了，你不给救起来，变成他拼死命的执着于你了，哎，师父的执着于徒弟，徒弟执着于师父，拼命的执着，那完了。那两个人都 落入这个爱见的执着里面了，啊，所以说啊，要度众生啊，不是这么简单，不是像你简单的，你要真正的见性，你要真正的进入平等，你要懂得空，啊，能进他能退，能大能小，啊，能够无路也可以受赞叹，你有哪一种内在真正彻底的解脱，说放下就放下，说提起就提起。哪一种以空相应的真正的大智慧，就是度众生。否则的话，因为时间到，因输一个死，呜呼呼呜呼呼，你在讲你在靠啥？输平常时就跟你教讲无常嘛。输我知是知啦，不过我嘛是不爱你死呀。都变成不懂法，法的存在，佛陀的发现，所以你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。就是平等的啊、哦！你要修行修到说，哎，师父走了，我们依教奉行，我们不执着于师父的事，师父的时那是无常，这是显示真理的时刻，我们更应该警惕自己 的生死的大观才对。你扣扣什么东西啊？那我就怕，哎，老和尚啊呢，广化老和尚，一点的意思，哦，一拜真正足严重啊。哇，都徒弟站袂掉，我无哭，我哭袂出来，
因为我查这世间无所常啊，啊，拢踮边啊，哎，别来咧住念的时候，啊，来咧坐念，迄阵啊已经足严重啊，坐念，啊，结果尾啊，佫活起来啊，啊，阿弥陀佛，我这个在哭啊，你个鼻口哭，迄个偌严重，讲，这个老和尚足生气，伊咧闭起目睭讲，你哭什么？平常我怎么教导你们的？说，我赶紧切切的，赶紧切切的。这 BQ 啊，输要死啊！你怎么样？你一直哭，哭啥？对吧？大声！阿哥，我想阿哥大声都袂死，安尼算老和尚身体算怎样啊？我来查，阿这袂死啊，这袂死。哎，所以说啊，我们呢，真的感受到老和尚那种慈悲，叫你不能执着。就是连师父要走的通通不可以执着，要放下，要知道随时随地每一个人都有结束生命的可能，没有什么好执着的。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，这真是大善知识，这叫是大善知识。也不是说我们呢，哎，懂得一本经典呢，公共文学呢，哎，放不下了，师父放不下徒弟，哎，徒弟也放不下师父了，哎呀，这真是糟糕。114页啊，讲好了，彼佛灭度啊，正法已过了，净法已经过啊，相法来临了。哎，当时啊，哎，有一个罗汉，罗汉是梵语咯，中国的无声啊，也无声啊，三界生死啊，不生啊，啊，有个讲杀贼啊，啊，那这个贼就是烦恼咯。讲98岁，见思烦恼差啦，灭国，又名应供，应供啊，应当的供养。讲罗汉证得无了，令人得福啊，离诸福不了啊，啊，自己的福不漏，为什么不漏呢？他没有烦恼啊，漏就是烦恼，分别执着就是漏啊，分别执着本来清清净净的本性啊，动个念头。取舍不断，那么执着于啊，分别于这个相上，就是变成有漏。所以有漏无漏，其实在一念之间呢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保任，要观照呀、啊，观照呀、啊，观空啊，观无常啊，要观当下就解脱。那么这里罗汉的一无漏的功德，令供养者皆得人天之福，所以叫做福度众生。不但令人生福啊，而且处地有行、教化有缘的人啊，哎，堪布一个女人啊，伊的名字曰，就是名字叫做啊，以前呢都有这个字号是吧？哎，名字叫做光目，讲息息供养出入啊，这个目啊，蕴就是蕴藏着慧光。哎，就是有智慧啊，还有智慧的啊，在这诸位你注意啊，这就简单呢。从老和尚，从一个大修行人的眼神，那人吼、哦、愈老眼神的愈歹，哎，骨气无智慧。哎，你来看一般世间的人，年纪大的人啊、哦，就是没有学佛的，很简单，他有痴呆相。或者是杀气腾腾相，乃至于执着相。如果你去看过那个高僧的眼睛，哦，有一次我们去参访那个广清老上，哦，我那种眼神，我们去唱功那边看到唱功的眼神，哎呀，就是你就是广化老和尚，他虽然生病，你看那种慈悲的眼神，啊，说老和尚啊，我需要钱啊，你需要钱。啊、在这边抽屉里面自己拿啊，自己拿也不知道花多少钱啊，你自己拿那一种啊，照顾呵护那个学生啊，弟子们，哎，那真是没有话讲啊。那个广清老上那种眼神的一看，哦，好像你的心事他都很清楚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假老那个老和尚啊，越老的话，那个眼神越精锐，为什么？他的精神的灵力就越高深。他的心中啊，就充满着解脱般若的智慧啊！我们上了年纪了，那老而顽固，老而顽固，你看了，哎，他的眼神呢、啊，他就杀气腾腾，要不然就执着，要不然就是恨。为什么？世间呢、啊，尝尽的辛酸苦辣，变成了自私，
每天就只想照顾自己，对，在照顾自己，眼神一看就一点点思想都没有，一点点精神灵异都没有。那么所以这个因果的感应效应很明显的，一个人，一个人在生的时候，他的生活精神灵异如果缩很小，下一辈子出生的肉体啊，环境一定是很小的，他没有什么精神领域的，他一天到晚就是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他只知道吃啊，为了自己这样而已啊，后世人变成一只狗啊，规天就只吃，规天就只在无营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是胸量太小嘛，胸量太小嘛。那么如果是大象的话呢，体积很大，为什么？他很有布施，可是呢大鱼吃啊，不懂正法，又邪知邪见，又毁谤，但是因为他有他有布施啊，所以赶着这个大象，哦，体积很大，你只知道怎么样，我们呢，有施舍，但是呢没有智慧，没智慧。所以由今生今世，让你生活的精神领域啊，这个人的胸量真大，他是来世的感得，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为什么？无量无边的世界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因果啊，这是非常合理的啦，非常合理的，一点都不玄妙啊。他说呢，我们师父一直劝大家要放下这个心，这个烦恼，放下我们一切的执着，那么与虚空共存，用这个觉性与虚空共存，那么哪里都是我们的正报，哪里都是我们的依报，依正庄严。执着的生命，你就消失生命；执着的宇宙，你的宇宙就在你的执着当中消失。放下我执，你就得到真正的生命；放下了有限的是空间，你就得到无限的这个无限的这个空间。这是真正的生命，真正的生命。法就是在你的眼前这一下，简单讲就是两个字：当下。也简单讲，最后两个字就是放下。法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放得下放不下，舍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底下，所以说经常神德这个出路啊，沐运慧光啊，经常神德啊，发菩提心人呀。说世人的因心呢，有五功德啊，这个功德划掉，这写错了，这决定不是功德啊！功德要以本性相应，这里啊要改，有无福报要加一个种字，也世人饮食有五种福报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他打字打功德是不对的，第一就施命，第二施舍，第三施利，第四施安。第五叫做思辨，这个一般人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，不可能了解这个。你说你看看这一段，你念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不可思议，而且连接不起来。是世人的饮食的有五种的功德，第一思辨，思色，思虑，思安，思辨。你看这怎么连接得起来？既然有得到五种功德的话，那应该得到什么？得到什么？得到什么？他不但无功德，地得善，就变成失命、失色、失利、失安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所以这里它连接不起来，连接不起来。那么后来我就查这个佛学大词典所以你们要改啊。说世人饮食有五种的福报。把功德要改成福报，有哪五种福报呢？对，就是施命，这个保证没有人看得懂。一般人呢，都认为施命是不施生命，对不对？错，严重的错误，严重的错误。这就是我们不懂佛法，然后顾名思义就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佛法。施命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施命一看我们顾名思义是不施生命，把自己生命都奉献出去，一般人会这样解释，这样解释是严重的错误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那人七日无吃，
啊，佮予你上至14日乃至21日一个月无食，那么咱人一定爱死啊！啊，咱来看伊可怜啊，伊无食啊，无通食，哎，咱补习即个饮食是予伊啊，让他延长生命，延长生命，哎、啊，也就是不施食物使他延长生命，叫做施命。好好好。这个解释跟我们想象实在是，差距太大，而且是刚好颠倒，刚好颠倒，哎，所以这个施命啊，绝对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子，不施生命啊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施命啊，不施饮食，可以延长伊的生命啊。那咱无饮食，咱那边免了延长咱的生命呢，对不？好，哎，注意。施命的人生生世世得到长寿，就是布施饮食的人，和遐饥寒的人，比如说孤儿院呐、啊、育幼院呐、啊、路边的流浪汉呐、啊、等等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哎，世世长寿修，财富无量的福报，这第一点啊，所以我说这个你一定看不懂的，哎，保证看不懂，而且你会误解里面的意思。第二点。叫做施舍，哎，这个也看不懂。这个舍是什么呢？哎，是女舍吗？还是舍身？一般人都会认为，哎，是不施体力、不施身体的舍，大概吧，大概这样，也不对。哎，简单讲就是讲，是施舍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人如果没有得到饮食啊，对方的颜色就会憔悴。如果我们不吃饮食啊，他的就可以滋润他的色泽，这个叫做施舍，也就叫咱今嘛讲讲气色不错，不吃饮食让对方的气色不错。你看这个差距是这么大的解释。啊、所以这个施舍就是不施饮食，好也气色不错，哎，那么你生生世世啊，得到端正，端正的是金钟颜，查甫叫做俊男，哎，潇洒，啊啊，那么查某叫做美女，啊，淑女，啊，啊是端正之女，啊是圣女。啊，你哈，拢凊彩啦，哈，哎，就足水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咱今仔日的水甲歹啊，拢有一个原因呐，拢有种正经拢一个原因呐，唔是讲无原因，讲哎呀，这个查某囡仔生得特别水，一定有他的原因的，伊的他肯不施饮食啊，所以咱人大拢哎啊，法会期间啊，大家拢怕灾啊，这个很聪明，大灾为什么啊？啊，我来出1000块啊。参就比如说我们3000佛啊，来拜3000佛啊，1500的人吃饭啊，我1000块会当参1500的人结缘，而且上巧，上巧啊，这个最聪明。哎呀，法会期间哎呀，规1000人吃饭啊，我干呐，怕一个灾，哎，就得到这么大的姻缘，为什么？不施饮食嘛，不施饮食嘛，是不是啊？买菜呀、啊，菜钱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啊，哎，这个是施舍，哎，简单说，施舍感得什么？感得面相庄严，面相庄严，哎，所以你回去自己照镜看看，有烟不？啊，怎么囡仔家回去照镜看看，啊，有水不？啊，哎，有水不？啊，你老水，啊，恭喜你，啊，你就是顶世的人，无健谈，你肯布施饮食给人。啊，到处啊，包便当给吃，来来，你有吃饭无？包一便当给你啊，哎，包一便当给你啊。为啥伊那遐尼认真包呢？因为菜唔是伊的，菜唔是伊，就别人的黑心面包啊。哎，所以施舍啊，讲讲笑话了啊。第三个叫做施利，施利的意思就是，咱人若无吃物件，伊也无力。哎，你若用饮食啊，哎，回家。一对增强体力，施力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布施的饮食，对方可以产生身体的体力，那么
布施利利的人呢、啊，布施这个饮食让他恢复体力的人呢、啊，事实得到多利啊，身体啊呢，啊呢啊呢啊呢，做拉嘞，做拉嘞，哎，多利啊，那么这点我肯定是做不到啊，做不到啊。我可能无布施，嘛无这个身体，唔知系南家呢啊，无我早就练健美啊，啊健美啊，你看，哦，我听到讲外身材像阿诺斯瓦辛格，啊啊，西维斯斯特隆，看到迄肌肉啊呢，看到咁样好呢，哦，迄阿诺啊呢惊死人啊呢，哦，我看到讲，哎，我那迄款身材唔知偌好咧，啊，所以我定叫我家己是阿诺，哎，当然你笑啊，你笑那好意思啊，哦，施力啊，没有体力啊，没有的，让的我布施这是食物啊，给人家。这第四就是施安，哎，施安。什么叫施安呢？哎，那人呢不得饮食啊，也愁忧不安呢、啊，不能安定呢、啊。那呢布施饮食啊，哎，他会安定了、啊。哎，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啊，施安就是布施饮食的话，会让他、啊、生活不以匮乏，会得到心安啊。布施饮食能令对方啊身心安稳。哎，要来布施饮食的人，试一试啊，不遇到灾难。灾难也许不意思就是不会碰到饥荒，像非洲那个饥荒，没饭汤吃，没饭汤吃啊！这个其实这个很符合这个世间法的。哎，春天有播种，那你今天你肯试下饮食，将来咱啊会得到饮食啦。春天我们肯播种，肯努力的施舍，咱一定熬死的人，福报一定大呀！啊，因为吃物件一定没问题呀，饮食。哎，一定不会闹啊、升到非洲去，变成饥荒的人民呢、啊，有吃无顿啊。第五呢，就是施变啊，这个施变呢、啊，不是变财啊，不是变财，施变的意思你说啊，如果一个人不得饮食啊，那么你施不施饮食，他能够讲话，这个变呢 啊是不施给对方啊。然后呢，哎，你自己本身会得到辩才，得到辩才。这个思辩不是为众生说法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，当你布施饮食，让对方能够讲话，他有体力讲话，哎，你生生世世会得到智慧的辩才，智慧的辩才。若是罗汉，那是布施罗汉，歇福。啊，百倍益，罗汉蒙吉啊，所以欲愿何等呢？你供养我啊，阿罗汉，你有什么要求啊？欲愿何等？就是说你有什么要求？哎，光目达言啊，就是光目，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前世咯啊，讲我因为老母啊，往生去这里啦。那么知福就把我甲做功德啊，甲救拔啊，阿弥的阮母啊啊，身处何处呢？往生对倒一倒去，这罗汉是圣人啦，供养的地福啦，福会当满咱人的愿啦，所以就问哎，你有啥物要求啊？天上人间之福，皆能如意。公目达言啊，我无求世间的人天之福咯。但是因为老母往生去七日啦，经过一七就是七天啦、啊，二七就是十四天啊，三七就是啊二十一天啊。咱拢爱七七以来爱做功德吗？啊，该诸福啊，那么救拔啦、啊，哎，做一个福报。来救拔他啦啊！但是啊，弥弟啊，我没有清楚，我没有清楚啊！我想啊，地庙啊啊，清楚，我想要知影，阮老母出世伫倒一粒啊，给我心安呐、啊，给我心安！哎，罗汉的面子咯，为立定观呐 啊，为立定观，建功木路啊，建功木路庙。
对在恶处，受极大苦啊！哎呀，受到真大的痛苦咯！啊，罗汉就问这个公务员讲：“哎，恁母啊，啊，你庙在生啊，做好行业，哎，恁老母啊在生，伊是做什么业呢？今在恶处呢，受极大苦啊！”那么这个罗汉啊，人民以好心超过一般的人啊，倍长啊，啊，那么一定爱知呀啊，因老母啊出世伫倒一里啊，伊的心才会安啊。那么比如讲，即卖人干那做福了事啊，不问讲相处啊，差千万里咯。那位立定在三昧中见到光目路啊，啊，因老母啊对在地角受极大的痛苦啊！罗汉是修行咯，天眼灵观大千世界，但是袂当知影所以啊。所以因为啊，问这个公务员讲，你庙啊在生啊，做何行业？做什么行业呢？业成报现呐，业报那成功呢，果报的现前呐。今在恶处受的极大的苦啊！公墓答言啊，我庙所设啊，啊，我老母啊所爱为号石蛋啊，这个念号啊，为号就是谥号呢。看那爱甲上面呢，鱼鳖之属，这个念鳖啊，鳖，那你们讲鳖啊，啊，菇啦，鳖啦，啊，这海扇呐，啊。这娃娃的物件，佮摕来抬啊咧啊！鱼币的支数啊，我来经过海参店嘛，佮佮经过海参店，我看币拢有点咩少少少，哎，那边佮要食的时候，拢会佮好起来，哈、啊，好起来。即使伫人，我可能也佫唔捌食过只，哎，活生生的东西啊，哎，所食鱼币呢，多食其子，哎，拢食伊的茎，或者是叉，或者是柱啊。知情识蛋啊！啊，那娃娃那里太啊，不给技术的掉啊，太不给技术。那么记其命数啊，千万父辈啊！哎呀，完了，那统计记就是统计一下呀、啊！哎呀，啊那个统计伊这个杀生这个命太偌济呢！哇，千万父辈啊，不得了啊！这杀生啊，尊者慈悯啊，如何哀求呢？这乃是公墓啊！啊，公墓路啊，因老母啊，这个歹习惯啊，因为歹习惯啊，对苦之门呐、啊，公墓答完啊，阮老母啊，受气啊，爱食青啊，啊，食鱼啊，这食鱼蛋鳖啊，那么一见到这个鱼鳖啊，便买来食。啊，阿哥爱食啥物呢？爱食这个鱼子啊，鳖的卵啊，当然人都爱抬啊，嘛无你边头有啊，伊对方都爱抬啊。有时啊，啊炒黄菜，有时啊煮食啊，啊无咧管伊讲啊啊，迄、啊那个诶，这众生的痛苦啊，之前纵欲啊，饱食三餐，迄性命食得着。诶，过去所食的鱼啊，啊甲鳖的性命，哦啊，这袂算起来，千千万万啊。福报稀疏啊，哎，无法度计算。如是杀生，记得难免报在地角啊。讲尊者的慈悯啊，如何哀求呢？诸观善书曰：讲千百年来，还你根啊！啊，这个根呢，就是菜肴的意思啦。啊，这个根不是咱咧讲的讲吼，啊，那个砍根的根不是这个意思。在戒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根就是指菜的意思，好菜的意思啊。千百年来，你一个碗里面呐、啊，也是好食的菜啦啊，就是讲遐好食的物件啦，东西啊。那么怨声四海很难平，那么因为你杀生嘛，当然的心未平静啦，对方的心未平静啦。欲知世上多变劫，你若要知道世间为什么一直战争呢？且听蒲门半夜声啊！那么你得注意听看啊，半暝半人咧抬猪的猪咧叫的声啊，即摆猪拢未叫，啊嘛无时间通叫啊，无时间即摆拢电动的，要有时间通叫，落一就现死啊！你要哪有时间通叫无啊？较早抬猪是用人工的啊，即摆咧抬猪啊！
用电动的啊，挂掉的啊，哎，挂掉，拿一个刀，低呢位啊，给拿一个刀，就等于往上一戳，然后这个血让它一直流，哦啊，挂掉的，对不？低安尼挂掉，戳一戳，血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啊，来来，电动的，哎，那边啊，功德喊面子，这为作方便。放这个公墓言啊，啊，放这个公墓言，讲立刻自行念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啊，你也当自行啊，好好啊念啊，啊，莲花目如来，兼啊塑化形象啊，这塑的雕塑咯，画的画像啊，形象，准蒙啊获报，存亡就是名扬两利啦。存就是活人嘛，亡就是死人嘛，存亡那么就是名扬两利了，哎，此乃是即是救救弘法之门咯，小行不及大行，罗汉的力量啊有限啊，较弱啊，断这个见思惑啊，未破无明未证的法身啊。无不可思议的神通力，因为伊毋是佛嘛，自问不能救拔众生的苦啊，因此只是公墓。哎，你会当救佛嘛？啊，自行念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名号，而且啊，用伊雕刻的还是画这个佛像啊，那么念佛啊，甲伊啊这个塑化的这个佛像啊，啊，这两种功德真大，不但救到你的老母呢。有灵啊，灵灵啊，你精福精慧，所以叫做尊蒙两利啊。啊，所以咱即摆印佛像的人嘛真济啦，为啥？为求功德嘛啊。自行能力真重要啊，你呐不诚无物啊啊。那么你这意思就是，如果你没有诚恳无物，就是完成不了任何的事情啊，完成不了任何的事情。啊，不成无，什么东西你也没有，那表示说一点诚心都没有，那就什么都免谈了。哎，一切啊，要成就，要以诚心为出发点。所以不成无，就是说你不够诚恳，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完成。而且信入为妙念佛，这是不是啊？顺好感动天呢？自行感动佛呢？行是实德哦，生命之根，天地之以行天啊，啊，那么地地之以行地哦，而人地之啊，立足行啊，何故啊？教咱念佛呢？何故比丘啊？讲我那灭度了，哎，那称我的名所得到的福。无量无边，所以就喊那家人称本师佛名，啊，就亲像咱即马哦，大家拢真念真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称佛的名号，那功德很大啦。广播文艺就像所爱啊，哎，能够舍，才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呢、啊。不能舍，怎么超度母亲呢？不要了这功德，啊。寻化佛像啊啊，为佛像咯啊，像咱即马，较早是用画，咱即马当然是用印的啦，冇用画啊。你供养者，过来恭敬心，悲气沾礼咯。突然间，伫个夜后啊，望见个佛身啊，金色黄耀，这个黄啊。也就是明亮照耀，明亮跟照耀，哎，这个耀的是光明的意思啦。哦，这个佛像哦，真高真大真光，如须弥山宏大光明啊，宏大光明，立个光目啊，光目如啊，临立表啊啊。那么不救东行路家，哎，一过来出世领导，说才解饥寒呐、啊，哎，才这个才字啊，就刚刚的意思，哎，只要他一出生，觉得哎能够感觉哎，就会讲话，
即当言说啊，安得恭维啊？因为迄阵那佛的寿命啊是四万，寿命很长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跟我们现在呀、啊，我们活的才是70岁、80岁了，就死掉了。哎，有的人根本没有啊啊！出来是依靠见佛之门啊，公布闻道行之时啊，得依依靠下家己所爱之物啦、啊，立为端正庄严的佛像啊，定啊供养啊土果乐啊，那么这灯土果乐啊。恭敬的真修啊，这个念修，修就是啊，珍奇美味的食物，哎、啊，修就是佳肴啦，珍就是稀奇啦，啊，做一寡珍奇美味的食物啊，来供用啊，啊，陈列在佛前呐、啊。虽然佛是无食啦，但是这就表示你的虔诚，自行供用。后来的爱一心不乱哦，要感应就是爱这四字啊，要感应就是爱这四字啊。为啥人念佛念袂感应？哎，伊就无法度一心不乱。念佛的功德的名号呢，比起占礼啊，比起占礼，人有好心，佛就有感应咯。中夜已过，当休夜的时阵。突然间梦见佛身金色晃耀，晃耀啊，这个耀也是通那个光字部那个耀字，哎，光耀晃耀啊，光耀。那么光殿巍巍呀、啊，巍巍是高大啦，犹如波山呢、啊，啊，宏大光明，片角是风，立个光目眼。讲你妙不救，同性你家啊，即感觉会寒、会枵的时阵，伊就会晓讲话。哎，那一般来讲，囡仔是无啥可能啊。会到两三岁，嘛也袂晓讲话，干那会晓叫爸爸妈妈安尼尔啊。一出世啊，就会晓讲啊，发梦啊，梦见好，这是好的啊。暗时啊，咱也是有做梦。忘记佛，那就是真好。出生菩提心经安尼讲，若有忘记佛的形象，诸相具足庄严心，哎，众生见者应当欢喜，念动必作调御师啊！哎，就知讲，哎呀，将来啊，哎，一定会做佛。118呀，基修加来啊！这个毕生一主啊，这查某囡仔啊，查某囡仔，哎，这个婢女啊，哎，生一主，哎，也未满三更，你来演说啦、啊，哎，你来演说，客修悲泣呀，啊，得告以光目咯，啊，讲生死业缘呐，啊，各不自修，我是李庙啊。求处暗明啊，那就地狱嘛，对不？受苦，自别离来啊，累堆大地狱啊，还一直堕大地呀、啊。忙里忽略啊，皇帝受刑，为下贱的人，又获得命啊！我的生命才13岁呢，13岁呢，哎，经了恶道，哦，不是干那13岁，安尼得了呢？死了也得落入去恶道，因为业也未尽，业也未尽。你有什么方法、啊、你有何计？何计就是方法啦，令我脱变啦。哎，所以我讲啊，哎，讲咱讲修行定定讲啊，我靠家己就好。哎，在这注意，世间修行靠家己，这句话是正确。但是恁啊后壁有你的子孙给你友好，乃至讲一个强而有力的高僧大德给你支持，或者是僧团给你支持，哎，
诵经礼佛修佛，那这力量太大了。咱有能力会使讲啊，我靠我家己。但是我讲你听，大部分的人无正果啊，无正果，你一定爱受着因果的支配，那么你一定爱结善缘。那么在善缘当中，爱去结一个善地色之缘呐，善地色之缘。所以为啥伊会晓甲你处理呀、啊？所以咱来叫啊，咱岛的人若有学佛，那子孙啊都爱管个交代好好势。啊，咱往生了后，我只钱要安怎做？要安怎处理？要印经典啊？要印楞严经、印法华经啊？还是讲啊，无得印佛像啊？无啊，无得摕去过年伊养老伊来交代好势啊？你交代一个会晓甲你处理的人，当然是你的后生子。但是咱今日无共，咱今日是亲近三宝。那么亲近三宝呢？咱来讲啊，来共修啊。我们呢、啊，名字赶快写下来啊。我们这个僧团呢、啊，弄南众比丘啊，五十个啊，加起来五六十个。如果一直跟你回向，那不得了啊，那不得了。那不得了。讲有一次啊，一个人啊，他这个血癌啊，血癌啊，那么就是白血球过多啊。我阵啊，初出家哦，真发心，安尼去改伊安尼，迄阵就单枪匹马，啊嘛无徒弟，啊嘛无讲堂，啊得去，啊！因兜较早讲基督教的呢，基督教的呢，啊！阿尾啊，讲慢慢个改变啦，郭医师有个改变啦。阿尾啊，请我去，我去嘛是该持咒跟念佛，啊，念念啊咒语啊持咒。我是无修行，但是我真虔诚啊！啉落，有时候也不可思议啊！第二天啊，抽血检查。白血球竟然下降，直线下降到正常。这医生，大家拢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这奇怪，没吃什么药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有时候让你看是病，但其实是冤亲债主，其实是冤亲债主啊！啊，所以说我们认真念佛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但是临命中的增上缘更重要。为什么讲更字呢？因为你敢把握吗？你敢把握你生死有把握没有？生死有把握的，我现在不来调查，你举手。你不敢，没人敢举手啊！什么时候要死你不知啊？对吗？所以死后的增上缘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比这真重要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平常啊，有儿女的啦，爱管交代清楚；好朋友的话，互相勉励；你师徒的话，也互相勉励。谁先死也不知道吧？所以哦，永远不结恶缘。好，下面哦，出来是当业吧。啊，轻薄之文呐、啊，讲啊，寺庙做真重啊，应该对这个地界受苦哦。即马圣路用念佛啦，啊，那么过来啊，做佛像的两种功德呢，可以转动做轻，地界的受这个苦心啊，转做彼住之心啊，一个借着佛的力量，速因灵说啦，所以要为三讲就会讲话，借着佛的力量，知影阿鲁啊来救，就是因早囝咯，立刻受降啊，就是叩头致地啊，啊，稍留片刻呢，表示敬，起手而抚悲泣啊，各以光目完啊，光目者，第一感谢生死劫缘，各不自修啊。这两句乃是自觉之文，今日乃得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，丝毫不爽。所以啊，这先人地的先果啊，